凯米特这个国家几乎被沙漠所覆盖，光是我们眼前的这片伊塔沙漠就占到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小时候我跟我哥来凯米特考察过一次，那时候我从直升机上往下看，想瞧瞧这里除了沙漠还能看到什么景色，结果这片区域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根本望不到边。哇，还真是名副其实的沙漠之国。看来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得跟沙土做斗争了。如果行程顺利，可能还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入夜后沙漠地带的温差变化很大，不适宜行动。研队早上给我们发来了一份失踪人口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最近一个月内，未明室内行踪不明者总计十八人，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名流、企业名将。啊，一个月内失踪十余人，太不正常了。警方调取过失踪者的行程记录，发现他们近期都有前往凯米特旅行的经历。有一部分市民在旅行期间就失去了行踪，也有一部分市民是从凯米特回来后不久就和家人断绝了联系。就是说，那些失踪者的失踪原因或许跟他们前往凯米特旅行的经历有关系。在旅行期间失踪的那批市民，会不会目前还滞留在凯米特呢？嗯，有这个可能。警方目前也正在与凯米特方面联系，希望能够进行合作，共同寻找失踪者。他们遭遇过什么，目前不清楚。不过，大数据中心倒是提供了一条和凯米特有关的有趣信息。有位失踪者曾在网上发帖，详细叙述了自己在凯米特的神奇经历。是那个女法老的帖子？感觉，那些应该是假的吧。是这个。
赫苏遗迹是一处古凯米特遗址，它的位置大约是在伊塔沙漠偏卡纳特港的方向。该遗迹出土过不少古凯米特文物，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遗址公园。去凯米特旅行的游客都可以前往赫苏遗迹免费参观。对，那里就是个普通的旅游景点。看他写的煞有其事，其实都是无稽之谈。赫普莱特的木乃伊现在就放在卢比斯博物馆里呢，怎么可能突然死而复生？古凯米特王国的女法老是否能死而复生，我不清楚，但是赛特之谷我的确亲眼见过。前段时间有位女士来我的诊所进行过心理咨询，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她对古凯米特文化及法老赫普莱特的个人事迹极为推崇。这位女士总向我提起渴望能生活在法老统治下的古凯米特时期，她身上还佩戴着一条奇特的金属项链，项链的名称就叫赛特之谷。据说赛特之谷拥有风暴之神赛特的力量，能够打破生与死的界限。很遗憾，他也是失踪者之一。上周他前往凯米特旅行，之后我就再未联系上他。我本不应该透露他的个人信息，但鉴于情况特殊，我想还是跟大家说明情况比较好。而且他的家人也希望我能协助他们一起找寻那位失踪的女士。你们说其他失踪者会不会也和他一样，是在凯米特遇到了什么事，或者听信了什么流言，所以才离开了未明市？有这种可能。我甚至怀疑本案与我们目前在调查的几桩失踪案可能也有某种关联。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还没有切实证据。不过我会尽快向研队申请协助调查权限，进行下一步探查。我支持，去凯米特调查很有必要。搞清楚流言的真相，对于我们分析本案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会跟研队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做好准备后，尽快出发。没问题，我现在就安排专机，咱们明天就出发。
按照导航前往赫苏遗迹就是走这条路。等等，好像有些问题，导航的方向和我手机定位上显示的位置不太一致。导航指示的是沿当前公路向西前行，但我们手机上的定位却好像在公路的东侧。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有可能，而且这片沙漠地带信号很差，定位标志时有时无的，本身就很容易有误差。所以我们是不是迷路了？远方的客人，你们好，我叫阿里亚，是一名警员，请问你们需要帮助吗？警员先生你好，事情是这样的，赫苏遗迹的位置比较偏僻，虽然地图显示的位置是伊塔沙漠向卡纳特港方向，但其实通往遗迹的路和前往卡纳特港的路是不一致的。建议各位沿公路从伊塔沙漠往米恩方向行驶，绕过岔口向左直行，一小时左右就到了。导航显示的是直行距离，但我们一开始就绕错了路，走错了方向。各位想去赫苏遗迹参观吗？我建议大家先去米恩城区补充些必要的物资之后再出发。赫苏遗迹非常偏僻，附近全是沙漠，你们要想在那边找到休整的地方会很困难。那是一处正在发掘中的墓葬神庙。几十年前，那座神庙是一群盗贼的据点，盗贼们将抢来的文物珍宝都藏在了神庙地下。经过警方多年的清理围剿，盗贼们终于被全部驱逐。卢比斯博物馆的馆长目前正在对墓葬神庙内的文物进行保护性发掘。各位要是感兴趣，之后有空也可以去那边看看。是这样的，目前博物馆的保护性发掘工作人手不足，非常希望有志愿者能够提供帮助。各位如果愿意帮忙的话，可以去神庙附近找博物馆长确认一下情况。那座神庙距离这边好像不太远，姐姐，你想去看看吗？还是先去米恩补充物资？